这个左侧的部分呢，包括了像这个照片中是杜仲道老师，现在在新竹县立美术馆正在个展啊。还这个包括了这个我以前已故的师大的老师傅佑傅老师，还有现在在还自由在中国的傅生傅老师，廖真强廖老等等的哈，还有很多书法的名家在当时来参与的，都为我写了一个简单的题记，共构成这件作品。而我想要体现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有点像1935年的《兰亭序》写完以后，王羲之酒醒以后重抄，自己都觉得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朋友散了，情感淡了，怎么样写也没有当时第一次书写草稿的那种情怀。所以字也许写美了，更整齐了，但是感觉不在，所以再怎么写都没有那种感觉。毕竟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艺术家，所以他很重视这个感觉，所以传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草稿，最能表达当时不可取代的那个时间美，对吧？所以我希望这些作品能留下我当时这种一起留下来的时间美，的的确确不可取代，的的确确不可取代。因为傅老师、傅佑武老师已经离开了，你如何复制呢？未来更难复制，所以我们珍惜书写的当下，来向兰亭序致敬，用现代的方式来向兰亭序致敬。这些同学都可以学习得到这种创作的讯息，从古至今，温故而新，借古开今。这是兰亭序的教材，择选一些例子呢跟大家分享我的教学经验。这是方文山。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很喜欢这个，除了小字之外呢，挑选一个大字来练习。这个大字呢，就是挑选山东泰山的金石玉《金刚经》这个材料来做书写。泰山金石玉《金刚经》呢，是在山东那么山东呢，也可以算是规模最大的写经区域。那么泰山金石玉金刚经也可以说规模最大的佛经的摩崖石刻，它常年呢与溪水相伴，经过了千年之久，后来才改道，就是干枯了，变成一个这个石坡，但原来可以想象它是与溪水相伴。在1500年前北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虽然他没有刻完，没有刻完5000字的规模，2000多字的每一个字50公分左右的大小，满布在这个山涧之间。我相信你看到以后，一定会想要下去溪谷里面，在石屏上面去亲自这个经典。你一走下这个冰凉的溪水，感觉自己被整个山谷的金刚经环绕的时候，当下你一定开悟了。不用说法，不用听经，当下你的感动就开悟了。我光想象我都觉得我开悟了。看到这个高山流水，感受到大自然给你的造化，给你的教育，你的教养，你又看到这个经典，这被这么用心的创造在这个山谷之间，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绝对是油然而生，大为惊奇，天人合一。你说你能不开悟吗？至于什么是开悟，这就无法解释了，一定是进入到一个深层感动的禅境里面。古人的创作是这个样子，真是很厉害。当然了，经过了后代的风吹日晒雨淋，甚至人为的锤拓，甚至有可能破坏，剩下1000多几个字是可辨识的，其他的都毁损了，相当可惜。这个呢被论者认为是
北齐的深谙道义啊，这位和尚所写，他写了很多的，包括《十三摩崖语录》的字，也被啊这个盛称为北方的王羲之，对北方的书法影响非常的巨大啊。但是大家比较不熟悉，以现在的艺术史，其实非常重视深谙道义的书法啊，特别是这件作品是他最具代表的作品啊。我们从这个旧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整个水波。当然，当时是整个流水覆盖，啊，隐隐然看到这些文字，啊，所以你走向这个走，不管你观看或者是走下这个河谷的时候，你有一种身临其境啊，这个被淹没在经典里的感觉。这个的大小你可能呢比较没有感觉，从这张照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这个当然是后来民国以后呢再填上红漆，啊，但是更清楚的看得出字的大小。大约平均在50公分左右，一个字，一个字。所以你看这些羊走过去啊，一两个字就是一个羊的大小的感觉啊，非常巨大，非常巨大。当时啊刻了2000多字，但是因为北齐改北周的时候改朝换代，也有可能供养的啊这个经济的啊这个资源没有办法持续，所以就中断，就中断。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放大来看，好，用笔非常的圆钝，你也很难想象到当时要怎么样在这个粗糙面上面写字，然后呢，再动用良工来镌刻。上小下大，啊，口部加大，横平竖直，它基本上它书写的是一种篆隶的风格，啊，比较偏向隶书，横平竖直，非常的朴素，非常朴素，用笔圆钝，所以看起来很内敛，啊，反而能够表现这种啊大智若愚的东方美感。个别字的这个字形我也不在这里赘述，因为寥寥几个字，各位应该就很有感觉，甚至手痒回去很想要上网搜一下写他几个字，再感受一下，眼睛闭起来，好，想象一下黄老师的介绍，哇，沉浸在金刚经里面这样子，然后你的书到大进。好，我们的学生呢经过一个字一个字形式练习之外，因为我做了修复本，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能练习，都能练习。那有1000个字左右的规模的字帖，那写完以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应用。例如说这一届的同学，他写完以后每个人写2条，然后呢，我们还做了拓包，我要求同学在你的这个文字旁边用拓包呢压一压，看起来很像拓壁上的那种拓痕啊，从山壁上拓下来的感觉。但实际上是书写的，但头尾是我写的，中间是同学写的，大家集合出一套《金刚经》的灵写的作品，而且最后一条呢，我还把这个参与的人这个写出来，《金石玉金刚经》为大智书法之极品，包括谁来写呢？郭仁士、洪金雪、陈秋霞、于晶晶、陈淑芬、唐丽娇、李汉文、钟雪，同学于大文山，这是1909年黄杨亭，大家共构表出来的时候，还参与了他们的那一届的毕业展，头呢也是我写的，《佛说金刚经》这几个字是我写的，头跟尾是我写的，其他都是同学接续写，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呀，那一年写完以后，不但能够缴交期末作业，得到高分，还可以在毕业展的时候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岂不快哉？成就感当然就很高。这个就是从阅读到精致的形式凝结到创作，而且在空间里面情境的创作融合在一起。那我相信上过这个课的同学，终身难忘。最主要的收获是，透过《金刚经》，也许体会了
禅悦，这个才是最大的收获。好，对人生更豁达。这个是当时的另外一个 展场，他们毕业展的时候在中正纪念堂展的时候，没有柱子。刚刚呢是在艺术教育馆展，这个展区呢是在中正纪念堂，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还有在学校展的时候，在我们的艺术的长廊展的时候，两边好像被文字包围的感觉，也很不错，也很不错。另外呢，同样的单元，这个是在师大教的时候，利用了他们的特殊的一个环境，因为他们的他们上课是在三楼，然后他们的一楼呢有一个平台，有一个木构的平台，所以呢，我要求大家写完以后挑十张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拿到楼下自己摆好了以后，自己站在你的位置上，我从上面拍照，然后打分数。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整体写的好不好。好，这个就是当时大家快乐的样子。好，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做不到像山东金石玉这个河谷的那种壮观，但是稍稍体会一下我们被字包围的感觉，身临其境啊，身临其境。好，所以呢，这些年轻的朋友就躺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上面这样子。好，我从上面拍的，从上面拍。当然，我这样一拉大就能打成绩了哈。你写的好不好也看得出来。不过我们这个荧幕大到不得了了，所以有点模糊啊。是不是很有趣？结果年轻人呢就会喜欢书法，对吧？另外呢，我还带过高中生的体验营啊，高中生联谊，还有大一大二的学生。例如说有一次写完了以后，好，我就利用华范大学的禅堂。那个禅堂几十公尺啊，没有间隔的，只有那个大禅堂有那么长，所以先公告啊，黄洋公告，一月六日，请同学选一个字，以大字书写在大宣纸上，然后小字呢自由书写，大约如下图，全纸啊，75公分高，30公尺长，啊，地点在四楼大禅堂，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样子，好，好，我就。公告了这个简图了，贴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好 ，OK， 好，那这个就是当时，一个一个拿大笔，拿大灰，书写大字的样子。写完了以后呢，就大家开始在旁边把你的心情写下来，就不会觉得只写一个字有点 无趣，所以呢就写。这个时候呢，我也跟着大家写，除了呢把这个趣味呢。能够写下去之外，当然呢，就帮大家化妆化妆啊，粉饰粉饰啊，让这个整个画面好看一点啊。好，比如说有同学这么偷懒，他选“恶”这个字，所以他一下子就写完了。啊，写完了，这旁边空白比较多啊，就是想画画的画画，想写字的写字。那也有一些字是我写，啊，我写，就是大金石玉《金刚经》的金石。以后他有时间的时候，他还记得，他还会拿出字典来继续练习。当然，如果更熟练了以后，能够自愿，像我就利用了像这样子《金石玉金刚经》的临写啊、创作啊，留下蛮多的作品。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字体，非常适于大字的书写。这个就是利用《金石玉金刚经》的字体来做自由的创作，把书写的感想编码在旁边。例如说，我这里写的“康南海云啊，金石玉啊，为榜书之中。今日天气阴雨，心情懒散，慢以小字书之，意见古拙，乃知书道之妙，非大小可以差别。”黄洋又记啊，就是我写不了那么大了，我这个作品没有那么大啊，没有像《金石玉金刚经》那么大，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因为。这个字也不是以大小来论的，把那个康有为啊，这个盛赞《金石玉金刚经》的一段话也把它写出来。中间这个空白里面我写了“泰山金石玉金刚经”呢，无助身心而书，恰如其分啊，无
住身心是金刚经的句子，就是你不要很执着的方式来书写，很率意的来书写，反而能够得到它的风格特色。你看那个石壁凹凹凸凸的，他怎么认真写啊？没办法认真写，就是把一个风格写出来而已。可是那个古朴自然的感觉，反而就因为这样子产生。所以这就如同《金刚经》的话语啊，无住而生心啊，法非法，非非法。好，这个呢是今年的那个疫情的时候有感想写下来的，安禅师读啊，写了王维的这首诗，然后呢记录了当时，安禅师读龙啊，那我写了，今年呢哈读这个诗特别有感啊。2021年5月15日开始，哦，各位还记得吧？台湾疫情爆发以来，迄今12日，就是大家被封了12天的时候，我写的。而疫情更趋严峻，各级学校停止实地教学，改以远距沟通。虽然学习依旧，但是心情乏闷，身体迟钝，感觉在失落。愧疚当中，这种处境真的迫使自己不得不好好想想生活的目的以及生命的意义。在疫情严峻的时刻，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安住如独龙一般的心，这时再读王维的诗特别有感。这样子，这个就是疫情期间，这个风格也有点利用金石与金刚经的书写，有一种安禅的感觉。好，再来呢，另外一个教材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槐树自叙帖，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范帖，也跟兰亭序一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留意一下我的时间，哇，好暗，现在这里，我是到4:30。4:30，好 ，OK。好，槐树啊，槐树的自叙帖啊，这个当做最后一个教材来介绍。他生于725年啊，卒于785年，中年呢是61岁啊，字长征啊，从小出家，俗姓钱，长沙人啊。但是呢，他只是寄养在寺庙。以寺庙为生，所以呢，好饮酒。每当饮酒酒酣耳热的时候呢，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使人称为醉僧啊。是继张旭之后的一大草书家，都被称为草圣，有颠张醉俗的美称。槐树的草书啊，学习张芝啊、张旭，而且呢，非常的勤劳啊、奋发啊，非常用功的练习书写啊。据说呢，他这个写完10000多株的芭蕉叶，又把板子漆了又写啊，刮掉又写，刮掉又写，把木板都写穿了，甚至写破的、写坏的笔。堆笔如冢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故事，以狂草出名，用笔奇快啊，经常让人非常的惊奇。这个是槐树，我们大概回顾一下啊，这个自叙帖是槐树最代表的一件作品，最好的版本呢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呢，横呢有775公分，一共有698个字，算是长篇。元基啊，疏于唐大历12年，也就是777年。据说呢，那个原作的真基的前6行毁损，由后来的收藏家苏顺清所补书。自叙帖呢，也
是怀素留下来最长篇的作品，也是他这个中晚年中年呐、啊，应该是他在42岁左右所书写的一个代表作品，笔笔中锋啊，书写起来像疾风骤雨，大小参差。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些作品啊，曾经长期引来一些争议，特别是在鉴定的方面，啊，这个里我也不再赘述这里面的这个论争、争议跟攻防啊。最后呢，由傅森老师呢，经过长时间的比对啊，将怀素的自叙帖定为啊硬写本，也就是一种临摹本啊，并不是真迹啊。但是呢，它的下限在北宋，所以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是把它当作国宝级的作品来看待，啊，不久以上已经摹写，已经摹写，而且摹写的非常的精湛，可以算是呢，我们去体会怀素狂草封神的一件最代表的作品，啊，所以还是相当重要，虽然不是啊真迹。从这些细节啊，除了傅森老师呢用版本啊、用印章、用题跋来做啊这个鉴别之外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啊某些字迹放大到这么大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飞白的地方是用双笔所写，啊，不是自然的开叉啊，所以可以算是直接确定它是一个临写本啊，一个摹写本，摹的但是用写的。并不是双钩填墨，不是勾那个边缘线在填墨，是直接印在下面，就直接跟着写。那傅森老师称为叫印写本，也可以算是一种临摹临本。这里面的内容呢，大概是追溯了在怀素呢在大历山林的时候西游京师长安寻访古代名迹跟民工大臣们交往，他的狂草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大大的一个增长，又看到很多名迹，也受到很多的公卿大臣的一个赞扬，特别是在关键年啊，大历7年的时候，在772年的时候归乡，途经洛阳遇到了颜真卿，那当时颜真卿的威望是很高的，颜真卿呢为他呢写了赞诗，成为他的序言主要的部分，所以怀素就将颜真卿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跟他的整个自叙帖结合在一起，成为此卷。我们只能节选一部分，快速的让大家再做一些鉴赏，例如说这个部分啊，有张礼部呢形容他的书法《奔蛇走毁世路作》，骤雨旋风生满堂，可以想象他书写的快速，啊，跟荆棘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字形结构。卢员外呢，形容他的字呢，出于青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有时候非常的清灵，有时候非常的雄强骇人，可见呢他的变化多端，啊，这一段话是这样子形容。又例如呢，许御史许尧，形容他自在心奇无定则，骨瘦离离半无末，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不得。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喜欢作怪，喜欢新奇，没有一定的法则，有时候很瘦很干，喝醉酒的时候随便写写，醒来的时候自己忘记，哎呀怎么写得这么好，经常呢在睡的时候才写得好，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不得，酒醒了反而就写不出来，所以他经常是借酒消洒。那这一段呢，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槐树写到这一段也特别像张骞的颠字，最来的来字都特别的放大。有的呢，像这个断笔的地方，有时候呢会有点像这个落叶飘散，好像天女散花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但有时候连悯的时候呢，是一贯而下，毫无间断，它产生了这个节奏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虽然大家都很熟的，我们再这个回顾一下。戴叔伦呢，形容他新手相识四转情，鬼行怪状翻滚，人人欲问此中妙，槐树自言出不知。这一段非常重要。他之所以有这个成就呢，是因为他达到心手双唱，心手相失，然后他的字形鬼形怪状。但是这一句重要了，他虽然鬼形怪状，但是翻何以，又不会写错字，写那么快，写那么怪，但是都合于法度。这个就是槐树厉害的地方，甚至超过张旭在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最毒舌的批评家在北宋有一位叫闵福，闵南公，他论前代的草书就这么说，草书帖里面说，张颠啊，张旭，张颠俗子，变乱古法，自有事者，他很讨厌张旭乱写，他是复古派的，但张旭是这个应该是属于现代派的，创新派，但是闵福不喜欢。闵福说张颠俗子，变乱古法，自有事者，槐树稍加平淡，稍到天成，说槐树好多了，最少槐树呢比较平淡天成。然时代所压不能高，但是我不喜欢狂潮，他还是喜欢写狂潮，这时代的风尚如此，不能高古。因为米福呢，他说草书不入近人格策，徒成下品。这草书一定要学王羲之，一定要学东晋人的。如果你不学王羲之、王献之这种近代人的风流的话，徒成下品，不入流，这样子。所以他不喜欢狂潮，不喜欢现代派，喜欢复古。这是槐树这个毒舌家的说法。从这里他的这个严厉的批评，但后面更严厉。高贤书法，他说只能学之九思。这个辩光和尚写的，有可证物也，就是很讨厌，不说了，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对于草书是很严苛的批判，但是里面唯一称赞的就是槐树稍加平淡，稍到天成。那唐代的诗人对槐树也是这么认为，他鬼形怪状翻何以，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写那么快还能够写。当人家请益他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卖关子说槐树自言出不知。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喝醉酒，我醒了我就忘记了，这样意思就是说他是天才，非常自负的。当然这个翻这个字也写得特别的大。这槐树自序帖的内容非常有趣，很值得我们这个阅读跟书写。这一段呢，更是呢表演艺术之主啊。这个窦玉玺，这个窦玉玺记啊，窦记呢，曾经这样子写诗歌形容他：粉壁长廊数十间，新来小过胸中情，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千万字，也有人一边写一边叫，哎呀，就写了。一下子满壁纵横千万字，都是唐朝在墙上。如果写得又快，大家又觉得很嗨，可是呢又鬼形怪状翻何以，那这就厉害，又合于法度。那当然大家都在追捧他，希望留下他的真迹在家里。所以呢他就是不断的刷通刷通，跑不完的通，就是为了要这个挥毫吧。从这段话呢真的很有画面啊。书法在当时就是一个表演艺术，以现在来讲好像很现代感，
忽然觉叫三五声，满地撞红千万福。写到这里呢，怀出自己，哇，整个自负起来，啊，整个自负起来。写到代工的时候，哇，站了一整行，写两个字，哎，代工。他又说，子豪昼末，列奔寺，满座师生看不起。好，他的这个怀素的字呢，快到像快马一样，拉着马车奔跑。哦，大家呢，连看都来不及看，他就写完了，满座师生看不起，好像下巴掉下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已经写完了这样子。啊，你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速度之快，惊奇骇人。讲到他的个性呢，啊，他这个人的聪明才智呢，啊，又有这个前启说，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侵世界，醉里得真如。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很孤高，就像鹤高飞，啊，没有人带领的，然后呢，就像孤云飘在空中的，啊，狂的时候呢，世界被他踩在脚下。醉的时候呢，整个正性情就迸发了，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前启对他的一个形容，他当然非常自豪的把它抄录下来，当作他的自我介绍自序啊，自我介绍。好，写到狂来侵世界，左边的时候你看是不是狂来侵世界，醉里得真如，一笔竖全部连在一起，好，大小差别也很大。所以呢，这个草书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里面的内容。跟随着他这个字迹的大小、断跟连，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语言，不是只有文字语言，还包括他的情绪语言啊。好，最后他终于自己说话了，哪有那个自我介绍？有人投履历是这样子的吗？都是在抄别人说的 ，A 说什么 ，B 说什么 ，C 说什么，最重要的是颜真卿这个大咖说我什么，都是称赞的。最后呢，终于呢，这个自我介绍终于自己说话了啊。坚持子机切，理事玄奥，非虚薄虚荡之所敢当。啊，哦，他们说什么实在是太玄奥了，我实在不太懂。不是我这种虚荡的人所敢当啊，徒增愧畏，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就写完了，他的自序帖就这样子写完了啊，600多字，大部分10分之9都是别人的诗歌啊。这个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名机啊，我们的这个国宝级的这个名机，怀素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啊，这个下真机一等的这件作品《自叙帖》啊，里面的内涵就是这个样子。首先书写的时候啊，不必赘言，当然是横式书写，横式书写，认真的书写，略微放大，因为字原来是不大的，我们略微放大来书写，啊，大概。这个怀素自叙帖也是在我在教草书的单元里面一定要写的，一定要写。不管你的草书的或者楷书的基础如何，是一定要学，一定要写。草书有两个字帖是必练的经典：一，怀素自叙帖；二，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好，啊，应该先写标准草书千字文，然后写完了以后写狂草。狂草里面就是怀素的自叙帖为首要，因为它是经典的范帖，不但是可以增加你的书写的功夫，最主要它是一个很好聊天的话题。字写不好，可是你能够谈得好、聊得好，也是很有成就感。因为书法不是技艺，书法是文化，是文化语言，所以阅读很重要，技艺很重要，啊，鉴赏很重要，当然表达也很重要。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书法、学习书道啊更为重要的价值。好，那当然呢，粉壁长劳数十间，心来小破修中气，忽然觉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书壁文化一定要在墙上展现出满壁纵横的感觉，所以最后呢要放大书写，而且要贴在墙上拍照给老师打分数。因为怀素当时的成就不在桌面上，不像王羲之啊，王羲之是尺牍文化，他们那时候的时代。可是呢，唐代不是这个样子，特别到了怀素这个时代，他们真正的书法成就 不是在书信上面，而是在这个庙堂的壁上，书画都是一样，只是现在不存，啊，因为千年以上的这个古迹啊，都被人类给毁坏了，啊，改朝换代，战争
天灾人祸都毁坏了，所以我们现在一件墙上的槐树真迹都没有留下来。800多个寺庙，每一个寺庙都有吴道子精彩的作品，一件也没有留下来。可是你可以从历史的回顾知道，唐代的作品都非常巨大，它表现在宫庙的墙上，这绝对是事实的。好，所以我们当然要放大书写，才能够真正的温故知新啊。所以写很大啊，写很大，这个用了38尺的纸，用了很多张，但是因为方便书写，所以它这个条幅会有一些限制，所以你刚开始可能从3行写到2行，2行写到1行，单一条1行，才会有这种大与小的差别。好，这个方便书写啊。好，这个就是当时我示范的，当时比较年轻啊，体力比较好，一次在课堂上一次就把它没有写完了，但是整墙写完，让大家吓一跳，感受一下槐树当时是怎么惊奇骇人。好，从这个合影，这些同学都毕业很多年，从这个合影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这样子就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苏壁文化跟狂草的魅力，以及它可能被转译为现代性的可能，对吧？然后呢，在我们一般练习的时候，我还建议槐树秩序帖写熟了，你要怎么应用变成创作呢？你说你要字韵有点难，因为你记不了几个草书。好，因为草书你可能刚开始你要翻查专业的草书典、草书的字典，还要记啊，篆书跟草书特别需要记忆。你有了娴熟的字形的能力，你才能够这个落笔成书啊。这个于右任说的啊，这个起笔啊就不停止，落笔不作诗，字轻快，字迅速，字美丽。讲起来很简单，你怎么样一写就不能停？那你的草书要背得非常熟。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有一个初步创作的可能性，就是一样是临写，可是把这形式改变一下，不要同于它原来的横幅长卷的方式，就有一种创作感啊。例如说疏密的差别啊，像这件作品就右边写的特别密，左边再把你的感想提记下来啊，这样子的形式也蛮好的啊。这是上半段，这样看得比较清楚。这个单腔可能它的焦距要稍微调，或者是说没有那么锐利的，所以它的全幅的时候有点薄。好，这是下半段。好，然后呢这个示范就是比较自由书写。我写的狂草之狂在狂而不乱啊，任自然啊。我是想到槐树跟于右任，于右任就是任自然。槐树的成就在于狂而不乱。好，这个是同学写字的样子了哈。然后我觉得他累了，写到累了，趴在那个桌子上面，蛮可爱的。都已经毕业了，这些学生。好，我还有一个作业，就写完的全部呢，自己要布置起来。然后呢拍照啊，我不要一张张看你的作品啦，好，这样子要浪费我很多时间来登记成绩。我要求呢，你不断练习，而且要训练自己如何把这个草书现代化，自己找一个地方布置起来，要拍美美的照片啊，怎么样会让那个影像很能够彰显你在书写狂草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力，然后贴在群组上让大家欣赏，然后我打成绩。打这个单元的成绩啊，打这个单元的成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美术系的同学一定很有才华，他就会想尽办法，他也会比较开心，因为我就不会去检查他有没有写错字，写错字是前三周去挑的，可是最后一周就不用再挑了，最后一周就是应用，所以这个就是，写完有这样拍的。这样子拍的啊，好，也有这样子拍的。
一板这样子，让你知道他多用功。老师，你看我多用功，整间教室布满我的习作啊。那只有草书可以这样布置吧？你若写欧阳询的楷书，应该没办法。但是狂草一定可以啊！你一个晚上就杀了一大堆了。透过这个透视，看起来就很好像写满整个空间的文字。还有这样子，这个应该是跳街舞的。那我给他的成绩就不是只是书法，是要他怎么样把这个影像变成一种创意人跟书法能够结合在一起，他能够学到更多，因为都是视觉的艺术，都是创意的艺术。还有拍的角度也很重要啊，拍的角度。好，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挑了这个三个典范的作品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当然每一学年呢都会有很多的单元，最起码一学期有四个单元，那一学年呢就会有八个单元，都是选择很经典的范典，从大概我都会有一节课的时间。透过 PPT 来分享，先让同学嘛，强迫同学阅读啦，先了解这个字帖的这个内涵、背景以及它的可能性。然后第二周开始呢，就是开始用心的练习。其实第一周开始呢，大概就有一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大概会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开始练习。那第二周、第三周就是专心的练习，第四周就是要创作音乐。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来执行一个单元，那你可以想象一学年下来，八个选择了八个经典的范帖做这样子的一个充分的练习跟吸收以后，应该是大有进步，大有进步。虽然单一碑一帖不见得非常的精湛，但是对于书法感、对于时代感、对于创意，一定有很大的增长。最重要的进步呢，就是。应该会非常喜欢书法、书写，觉得书法跟书写不离开生活，不离开生活，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游戏。那这个书法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呢，还是给我们非常多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啊。例如说，最近呢，你们应该听说我策划了一个展览啊，在衡山书艺馆的开馆展。国际开馆展，这也是呢很难得的，第一次的官办的书法馆，在这么优美的衡山诞生了，那它未来也会成为我们的书法展示，甚至是东亚地区展示国际书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书法学习展开新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因为这个环境真的是非常优美。昨天呢，我还陪了像刘国松老师等等重要的艺术家去看展览。那美术馆的馆长透露以前他很担心这个馆开馆了以后会不会因为参观的人太少，之后的预算呢很难争取因为这个是一个市立的，所以呢他要必须要经过民意代表的同意才能够争取比较好的预算。但是呢，这开馆以来。一个月参观量达到六万以上，故宫一年六万的参观量，故宫一年，但是书艺馆的这个开馆展一个月就超过六万，所以郑市长非常高兴，现在要申请预算变得简单多了，要提高他的预算就变得简单多了，这绝对是我们书法界甚至我们这个艺文界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大家值得关注值得好好的去护持它。那这次也透过了书法的公共艺术这个也算国际国要的华人艺术家古文达的作品，不仅仅只是呢定调为一个书法艺术馆，能够让书法的符号很有机的呢延伸到园区里面，确立了这个馆是一个书法园区。除了建筑师呢把建筑物想象成砚台、硬石，把水潭呢想象成墨池，
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呢，这个公共艺术，而且已经会长期留在台湾，这一组公共艺术呢，透过书法的感觉呢，把它连接了室内与室外，让这个书法整个变成一个书法的园区，就不会让那些网友们哈，这个网红们，只是呢在河边打打卡、拍拍照就走了吧，他会感觉他整个呢融入在一个书法的情境里面，我想这样子对书法的审美，对于文化的这样子的提高，在今年开始会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效应，这个是入口处，这个入口处，因为向国美馆借了董阳姿的作品，董老师的作品，因为是国美馆收藏的一件大件的作品，所以不能直接照到自然光，这个是国家博物馆跟出版的规定，所以呢，这个优美的落地窗就不能打开，有点可惜。不过昨天呢，偷偷开了几分钟啊，让这个正面作品啊，刘国松老师呢能够欣赏一下原来这整个展示空间的一个设计，里外通透，从里面可以看到美丽的湖光水影的那种感觉啊，留下深刻的印象。老人家啊，80几岁了，是我们台湾现代水墨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昨天开心极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书法展，在那边待了很长的时间，将近2个小时。也跟我们一起体验了书法的互动，书法的互动，所以呢，这个也是呢，书法呢能够渗透到现当代艺术，感染现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啊，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啊，也在这个时候呢分享给大家啊。那当然，今天非常感谢呢，有很多的前辈先进呢一起莅临我们分享书法来指导。的学习成果，也跟大家透露了哈，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华范大学的美术系呢，会另外再成立书画艺术组，就是一个学习分组学习分组，除了美术创作组跟文创设计组，还包括了书画艺术组。我个人的小小的心愿是希望未来能够成立独立的书法系。因为台湾相较于这个中国跟日本真的是差很远没有一个真正好好的把书法艺术发扬光大具有法度的一门艺术，所以这个展也必须要呈现出传统的法度就像我在这次策展里面把它当作溯源的形态，邀约了很多的书法家，包括精湛的楷书小楷呈现出来，但是要在这个现当代呈现艺术的可能性，就必须要面向现当代，所以它的多元性、它的跨界、它的跟时代的对话的关系，都希望透过书法呈现出来，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溯源、寻心、对于跟跨域四个形态一并在这个开馆展里面展示出来，那就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宽度。一个宽度跟高度，在开馆展做了一个示范以后可以展开各种系列的展示，因为一个好的书法艺术馆不是靠一个展，它要常年靠很多不同的专题展来共构成它的成就跟它的吸引力，所以接续呢第二档展呢会是比较传统的包括当地的知名已故书法家黄群英老师的纪念展，以及渡台书法家的专题展，会在1月中以后就是这个展结束了以后呢，就是开始展开那接续之后呢，还会就是以竞赛邀约的方式竞赛的方式呢，来选取呢国际策展的计划，或者是全国性策展的计划，来接续这个馆要展出的这些议题。但是开馆展它必须要有更宽的更高的一个示范作用来定调它这个馆是一个现代书法馆，是一个能够兼容传统一直到当代跨域可能的一个书法馆，来吸纳更多的人才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书法馆来展，
来一起努力，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指向形成。那我也很巧的很多人的意见推荐我，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毕竟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中国美院取得的，所以呢长时间跟中国也有比较多专业上的书法的交流，所以认识很多高校的这些书法家的代表。那在两岸呢相对文化交流呢停滞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位比较偏向学者型的策展人来突破这种僵局，能够邀约重要的这个中国的现当代的书法家来参与这次的开馆展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解我们台湾书法发展的现状，以及呢也了解中国这一方面，特别是重要的学者代表在扩及对日韩的这些书法家的一定的理解。我大概就是属于公约数这样子的一个公约数，所以被推荐先来担任这个监具的工作不过到现在为止呢一切顺利甚至呢这个参观的人流呢也是出乎意料的多也是算是我们书法界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希望大家努力，以后有机会呢都能够到那馆里面去展，大家一起共创衡山书艺馆的这个精彩的历史好，还有没有什么